先冠冕堂皇，而实际却少有作为，言行不一。说得多，做得少的人。五，在禅修时，镇定未起，多有模式，心生筋部，破坏善根。若能端心正念，则魔自灭现。故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，皆是两种却魔法。一，修止却魔，指坐禅之人在修定时，或见父母兄弟诸佛形象等一切可爱之境，令人乐着；或见虎狼罗刹等一切可畏之形，令人怖惧。即应了达此为诸魔惑乱之相，皆属虚狂，不喜不怖，而为习化极尽，则彼当自灭。二，修观却魔，指坐禅的人在于修定时修止却魔，而魔境不去，即应反观，观此能见之心，无有促锁，彼何所恼？如是观时，魔即泄灭。若迟迟不去，但当正心，不喜不惧，则镇定现前，彼当自灭。六，与恶有为伍，受其影响，会造成六种祸患。所以，修行人应当远离恶有。在《长阿含经》中指出，恶有之六害。一，方便生欺，时常习惯性的欺骗别人。二，好喜贫处，喜欢藏身于隐蔽之处。三，诱他家人，常引诱他人一起为非作歹。四，图谋他物，对别人的财物常存图谋不轨之心。五，财利自相，专门想谋取利益。六，好发他过，喜欢宣扬别人的过错。七，在《大乘义章》等佛典中指出，无人若具其知，则有助于菩提智慧之开展，故觉知又称觉知。一，念觉知，心中明白，常念于禅定与智慧。二，则法觉知，依靠智慧能选择真法，舍弃虚伪法。三，精进觉知，
今尽勤力于正法而不懈怠。四，喜觉知，获得正法而喜悦。五，清安觉知，又称已觉知，意为身心轻快而安稳。六，定觉知，入于禅定而不散乱。七，舍觉知，心无偏颇，不执着，而经常保持平衡。八，菩萨道是学佛人修行的方法与目标。在《除盖障菩萨所问经》中指出，十种念处，对修行人裨益甚大。一，身念处，观身不净，所有身中从我所起诸不善法，一切远离。二，受念处，观诸受时苦，在受上不生染爱，不起任何嗔恚。三，心念处，观心常执颠倒之相而调伏它。四，法念处，如实勤奋观察各种不善法的过患，而断除它。五，境界念处，观诸顺意、不顺意的境界，均非实有，不生贪着，不起嗔恚。六，阿兰若念处，如理如法而修无真行及极尽行。七，都邑聚落念处，入都邑聚落时，行菩萨行，远离欢乐场所。八，名闻利养念处，但为施主之福田，受名闻利益之事，于其所受不贪着，不计执，与一切有情共知，而滋养诸苦恼者。九，如来学问念处，对于一切如来成正觉的学问，生清净心，勤勇修学。十，断诸烦恼念处，完全的明白升起各种烦恼杂然等的因缘，而远离它。九，精进是修行六度之一，它的意思是勤起，努力向上向善，勇猛的修善断恶。陈唯识论提出了五种精进的方法。一，披甲精行，是指在最初发勇猛强烈之誓愿心，如先着盔甲而后见贼，不步种种难行，修诸圣行。
二，家行听进，是指在身体兼顾勇悍之方便，以策立其心，决定勇行。三，无下精进，是指不自轻蔑，也不畏惧，能更深勇力而无怯下之心。四，无根精进，是指能忍受酷寒炎热等苦。五，无足精进，是指在下列之善无厌足，心求最上之甚功德。十，在菩萨戒经则简化为三大精进。一，披甲精进，行人应发勇猛自利利他的誓愿，其无数大劫没有退缩的信念，誓成大事。一如身披甲胄面对众敌，非常有威势。二，摄善精进，摄取接受一切的善法，努力修行。三，利乐精进，保持利乐一切众生之心愿，竭力践行而不疲劳。十一，众生常受世间八风所动，因而起爱憎祸乱之心，心不断动摇，不得安住于正法，在佛地经录中皆是这八风师。一，利，利是利益，意指凡有益于我的都称为利。二，衰，衰是衰减，意指凡有减损于我的都称为衰。三，毁，毁是毁谤，意指因恶其人，媾和一语而删谤之。四，欲，欲是赞誉，意指因喜其人，虽不对面，亦必以喜言赞誉。五，嗔，嗔是嗔道，意指因推动其人，凡于其中，必嗔道其善。六，讥，讥是讥诽，意指因恶其人，本无其事，妄为实有，对众明说。七，苦，苦是逼迫之意，意指或恶缘恶尽，身心受其逼迫。八，乐，乐是欢悦之意，意指过欲好缘好尽，身心皆得欢愉。十二，世间无常，凡夫的财产、身体、生命都是极度不坚固的。佛陀在《本世经》提到了三坚法，转变三种不坚而成三坚的方法。一，不坚财貌亦坚财，意指一切世间财物体非坚固，
聚散无常，不可久保。如能持以布施梵行清净之人，追求无上安乐涅槃，或求当来天人乐果，变成坚固之财。二，不兼身，貌亦兼身，亦指父母所生之身，乃四大假合，为脆不实，体非坚固，生灭无常，不可久存。如能持守五戒，清净无染，修习菩提无上之道，以证金刚不坏之身，变成坚固之身。三，不兼命，貌亦兼命，亦指人所受之命，虽受邀不齐，皆同梦幻，体非坚固，素乎无常，不可久保。若能了知四谛，修习正法，超越生死，以续常住不朽之慧命，变成坚固之命。十三，在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记载九种障碍善道之因。一，己恼害我，过去的烦恼危害了我。二，现恼害我，现在的烦恼危害了我。三，当恼害我，未来的烦恼危害了我。四，过去憎我善友，过去憎恨我的善友而妨害修善。五，现在憎我善友，现在憎恨我的善友而妨害修善。六，未来憎我善友，未来我憎恨善友而妨害修善。七，过去爱我的远家，过去迷爱我的远家妨害修善。八，现在爱我的远家，现在迷爱我的远家妨害修善。九，未来爱我的远家，未来迷害我的远家妨害修善。十四，在波尼环经中举出，人能常作七种思维，可以免遭衰退的方法，学得此法，则烦恼必轻。一，为经道，一指无常观，知道一切瞬息万变而无常。二，为人生，一指苦观，明了生即是苦之理，不为诸苦所缚。三，为精进，一指舍离观，诸法都会舍弃离开，不会长久拥有。四，为谦虚，一指无我观，因知诸法无我，不可有我执。五，为详义，一指离情观。六，为趋中，一指不净观，思及人之体内尽是污秽。七，为自观，一指灭观，明了一切终有灭失之时。十五，
诸菩萨都有二十种力，用以摧破众生的贪嗔痴三毒。我们应培养这二十力，用以消除自己的三毒。一、因力，过去的速善力；二、缘力，现在的善知识；三、毅力，思维的力量；四、愿力，由思维升起菩提心；五、方便力，加行方便；六、常力，加行方便无间修行；七、善力，修习善法；八、定力，安定平衡之力；九、慧力，智慧的力量；十、多闻力，多闻经法力；十一、施力，布施的力量；十二、戒力，持戒的力量；十三、忍力，忍受一切侮辱；十四、精进力，精益求精；十五、禅定力，如实禅定；十六、智慧力，般若的力量；十七、正念力，正知正见力；十八、正观力，正当的观想力；十九、诸通明之力，通达明晓力；二十、如法调伏众生力，依法普度众生；十六，在佛教《大明三藏法述》中记载，火灾、刀灾、血灾这三毒，配对于三毒贪、嗔、痴。一、火毒对嗔忿，众生若无慈悲心，常怀嗔忿，则将感生地狱道，常为火汤炉炭等热苦所逼。二、刀徒对奸贪，众生若无施慧心，常怀奸贪，则将感生恶鬼道，常受刀杖驱逼等苦。三、血徒对愚痴，众生若无智慧，愚痴不了，则将感生畜生道，强者扶弱，互相吞啖，饮血食肉。十七，在《长阿含经》中指出，赌博有六害，学佛之人应杜绝赌博。一、财产智好，十赌九输，纵有再多的财产，终必耗尽。二、虽甚生怒，即使信赢钱，必遭输家的怨恨。三、智者所责，有智慧的人不耻其行。四、为人书外，对于赌徒，任何人都会疏远他，不与他接近。五、生盗窃心，一个赌徒必将穷途末路，自然沦为盗贼。
18。众生往往对自己所拥有者自认优异不凡，因而使内心高举的精神作用骄傲于他人，且习以为信，称之为骄。骄共有八种情况，因世骄而产生傲慢自大，会引起诸多烦恼。一、肾壮骄，因元气肾壮而世骄。二、性骄，因血统尊贵而世骄。三、富骄，因财物丰盈而世骄。四、自在骄，因行为自由而世骄。五、聪明骄，因世智辩聪而世骄。六、寿命骄，因己命长寿而世骄。七、行善骄，因利人善行而世骄。八、色骄，因容貌姣好而世骄。十九、修行如果常说些言不及义的话，终日所说的话都了无意义，无聊至极。在法院诸林中记述，常说无意语的人有两种恶果报。一、人不幸寿，因为前世语言无意也是虚妄，所以感得今生虽有言说而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。二、不能明了，因为前世语言无意皆因暧昧，所以感得今生有所言说但不能明了。前世种下无意语的因，今生受恶果，少说无意语为妙。二十，在《长阿含经》中，揭示饮酒有六种恶果。一、得病，时常饮酒的人，必然得到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肝病等，这些都是由饮酒所引起。二、失财，经常喝酒，一则需花钱买酒，再则酒后必然懈惰，损失钱财。三、斗争，酒能乱性，最后与人长期斗殴相骂。四、恶名流布，经常饮酒会有许多恶行劣迹，恶名四传。五、喜怒重生，嗜饮之人常有愤怒嗔恨之心，心性不得安宁。六、智慧智退，嗜酒之人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使人麻痹，根本说不上有智慧了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。
1965-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。